大家好啊，录录佢啦，算鬼数啦。咁咧就今日就已经系15号啦，1月15号，吓啱啱月中。咁啊，本来话下个月22号先至吓进行嘅，即系疫苗啊气泡提早啦，年初三。咁年初三亦都只不过系嚟睇先。兩個半禮拜之後啫，係咁啊！如果大家老人家要打針咧，咁啊，速速去打啦，係咁咧。我暫時仲係堅持己見，係咪？我就唔打噶啦，係咁啊！因為而家就話抗疫堅持到即係到過年年初三，咁咧即係亦都冇咗懸念啦。本來就話，下个礼拜21号就睇嗰、那个吓、两个礼拜啦，咁样、那个防疫情况如何啦？佢从来咧呢、这个贼婆咧，佢冇承诺过任何嘢，冇俾过任何预期大家嘅。佢全部系决定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决定喺即系配合共产党中央嘅成个大嘅政策。咁如果我哋咁明咧，所以佢应承唔应承咧？佢一定唔应承啦，但系。千祈唔好錯過嗱，比如喺上個禮拜個幾禮拜啦，而家個半禮拜前啦，咁即係什麼 party 啊嚇，什麼紅門宴啊嚇，望月樓啊嗰啲事件之後咧，咁咧咁其實就開始話要強制，即係話要加強檢疫咁啦嚇。咁大家係咪要？記得啊，佢嘅意思即係嗱，如果大家而家一開始Omicron嚟啦，我哋就努力咁咧，有成績咧，咁咧就希望兩個禮拜後就停落嚟啦，停落嚟咧，大家就可以即係恢復正常生活啦。咁啊，過年依然可以過年啦，年宵啊，花市啊花市啊咁啊。咁啊，大家都好合作啊，係咪先？出合小心啦、啊，係檢測啊檢測咁樣，係合作曬啦。事實上10多單啫嘛，依家一日。达标喎，完全达标喎，但系我哋都留意啊，个几礼拜前插台有冇讲过话？如果我哋维持住咁低嘅20-30宗咁嘅甚至乎噏啊10宗咁啊，基本上我哋几乎达到啦，20-30宗十足到嘅Omicron 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开翻即系晚黑可以食饭啦，系咪？咁农历年我哋又可以如常酒家开业啦，花市又继续啦，咁样。嗱，即系系应该好合理噶吓，你收紧咗就为咗要防疫啊嘛，咁继续防疫落去啦，系咪？即系已经防到疫，咁即系成功啦。而家系成功噶喎，成日话有咩隐形传播链咁，我要问咧，即系到今天死咗几多个人啦？重症有几多啊？重症直情系唔使理啦，因为你医疗系统 support 到有余啦，因为而家。10多個人啫嘛，咁成日就話好危險喎，但係咧事實上就唔係危險喎。咁如果要，因為 Omicron 佢嘅傳播係幾日嘅啫嘛，即係如果係爆啊，佢係傳播力強，但係要爆咧，即係如果佢傳到出去啊，傳到出去咁就應該爆咗噶啦。咁而家仲有一啲人喺度個別中咧，一個傳一個咁中咧，隱形好，輸入好啦，輸入多喎，隱形嘅好少嘅啫喎。好啦，即係本地個案少而家。10多單都是因為有些人回了嚟，好啦，咁我哋即係其實係防疫係成功咗啊？點解喺防疫成功嘅時刻，仲要加強檢疫呢？係不單止即係一推推到過年咁嗱，你諗下，如果你係賊婆，我開放咗呢樣嘢，咪大家高興咯？你哋高興，我未必高興，未必有你我連任。你要知喎。因为我叫做有成就，我家保住个成就系最紧要。咁最好嘅做法系咪继续？继续嘅时候直到零，直到大陆都顶唔顺，佢哋都开放啦，我先开放咯。咁余下嘅嘢关人鸠事噶嘛？其实佢就系咁嘅心态啫嘛。所以我哋配合政府做更足个人啦，其实真系个人问心啦，我都觉好啦，多余噶啦，但我都做到尽噶啦，大家都做到尽啦。即係出入極為小心啦，
咁而呢啲咧，其實真係全世界醫藥專家而嚟香港研究話 ，Omicron 咁巴閉喺美國百幾萬人一日，嚟到香港佢竟然傳唔到嘅，因為佢直情就係傳唔到，喺美國翻嚟帶住病毒翻到嚟香港係傳唔到嘅。咁你要知香港人即係唔係完全傳唔到啦，又有啲個別隱形，跟住又袁國勇啲嗰啲契弟出嚟周圍，哦，成等大封咗佢啦，呢等大有啊咁，好啊，搞到咁擾民都算啦，係。咁我哋為咩咧？一嚟即係啊，搞掂之後大家都好啊，唔使死人啊。咁其實真係已經多餘噶咯，大家都明啦。我依家係總結，即係今日而家係終結噶啦。我相信，即係、啊、竟然係終結，最壞嘅時刻已經過到啦啊！咁亦都不外如是，係咪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哋唯一就係話咧，擾民咪擾民咯，習慣咗。咁佢最後一招咧，就監人打針啦，特別係監老嘢打針啦。提早了斷你嘅懸念啊！如果你話即係其實一個禮拜前佢提出呢啲嘢，我哋做個我起碼我仲覺得嗱兩個禮拜之後一切正啦、啊。咁到兩三日前覺得正喎、啊，喂，三十、二十、十幾係咪？最多都係三十幾單啫喎、啊。喂，全世界台灣都唔止喎、啊。咁而且佢成日話傳播啲隱形嗱，大家用常識啊！依家面對呢啲嘢，話傳播，結果都係冇。咁即係話咧，呢只 Omicron 香港係好難傳播，但係佢係仲喺度咁樣。咁啊，喺外國咧就拎棒啦，係咪先？歐洲啊、英國嗰啲十萬八萬啦，咁所以佢哋冇乜計啊，就話誒打針啦，打針咧就唔會醫療系統崩潰咁樣。OK， 咁如果我喺嗰啲地方，我都怕只驚起上嚟打針噶啦。香港根本冇呢啲嘢。我當然啦，你話誒、哎、輕症少啊，咁嗰堆嘢唔好討論啦。你信咧，你就打咗佢一個針，一針半針，係咪？我都話咯，你睇我樣，我唔似係會打針會頂唔順嘅人，係咪？所以我係實頂得順，只不過咧，好多人頂唔順，好多老嘢頂唔順，係咁。但係佢哋，你叫得人打針啊，冇話喂驗過個老嘢先。你反為你驗過，覺得叫醫生，佢又冇標準喎，因為醫生都冇標準喎，你要知道。你話、啊、你問醫生啦，咁丟就你推我推喎、啊，家庭醫生，我都話好咯，話喂揾醫生 certify 你個人唔安心啊，有病啊，或者有長期病患唔想打針啊，咁叫醫生 certify 你唔使打咯，咁冇醫生肯 certify 係咪啊？大家老嘢明啦，係啦，亦都冇一單喺老嘢嘅群組裏邊，因為老嘢聚會或者喺安老院啊，外國好多呢、這個真嘅，但係冇啊。即係香港啲老嘢係唔知點解係頂，即係因為香港啲老嘢少食西洋啊嘛，係其實我成日覺得係呢個係唯一你點理解啫？點解香港係好啲嘅咧？因為香港仲係有中醫西醫並存啊嘛，大陸都唔係啊，大陸信咗西醫，唉、哎、開放咗之後嚇、哎、富裕咗之後盲目信咗西醫，所以一有事就完全救唔到，咁唔好理佢啦。但係你淨係睇。咁我哋而家喺香港嘅情況，我哋安全噶嘛，老嘢。好啦，而家就繼續防疫。咁防疫關唔關我哋事咧？可以唔關嘅，係咪先？因為我哋嘅問題就我哋唔出街啫嘛。好啦，而家就話你茶都冇得飲啊，阿伯嚇啊，要咩氣泡啊？咁我就話我咁耐都忍咗你兩年，一年咧其實唔係好耐，開始有打針一年到啫，係。咁我成日都話咯，如果你覺得幾年，如果可能幾個月後嚇、啊，西方世界我都要消滅 Omicron 啦 ，Omicron 都好煩啦嚇，因為佢可以係染完又染，即係好似流感咁。咁佢如果佢唔希望染完又染，染咗又冇免疫力嘅，可以再染咁。咁咪又會有啲死亡，即係好似流感咁啦。咁譬如流感，佢咪整針藥俾你咯，都係一種煩住你嘅病啊。好啦，整針藥，可能到時有啲叫做即係 Omicron 嘅流感藥，啊，而又證明有效嘅，咁我可以打嘅。但係以前嗰啲咧，伏必泰啊、科興啊呢啲，大家已經知道其實佢針對嘅已經消失咗嘅，係咪？即係一型、二型、Delta 嗰啲消失，即係已經近乎消失咗嘅。係，而家咧就病毒傳播咧。即係佢嘅生存咧，就變咗 Omicron 咁解。嗱，如果我哋明呢樣嘢咧，原來佢針對嘅已經消失咗噶啦。當然佢中開頭研發出嚟有效，而家其實就冇乜特別效。佢只不過咧揾到個理由就係好似都仲係好啲咁樣。咁即係話會死嘅機會低啲咁樣。OK， 咁
我問你咧，咁係咪我嘅選擇？我寧可冒險啊！我唔係冒險啊！我認為車我反正身體強壯，吉我又唔死，唔吉我又唔死，咁我唔中意吉得唔得咧？保留我嘅免疫力啊嘛！琴日有冇講過啊？即係我唔記得啦，因為呢幾日睇歐洲藥管局啊嘛，係前日講過，歐洲藥管局嘅一個專家顧問嚟嘅專家，呢、這個我講佢嘅名字，卡瓦雷，歐洲藥管局疫苗策略長，咁咧佢話太多保針咧。太多針咧，對人體嘅免疫力恐怕有數啊！唔好係咁篤啊，因為佢再篤咧，係好快又冇效啊，於你快冇效，即係一兩個月冇效。好，咁你話一兩個月過啦個疫情係嘛？咁啊啱咯，打咗佢啦。咁我又問你啦，唔過啊點咧？到時係或者如果係一兩個月煩啫，咁唔打我啊煩一兩個月咯。嗱，我其實我就咁心態啫。如果一世人都係咁煩嘅，咁我可能都去打。但我覺得。搞到咁咧就係完噶啦，其實西方係當完噶啦，但係咧你話老共係咪好錯咧？又唔係喎，反正完啊嘛。咁我而家少啲死人啦，最少咁都係話尊重生命喎，係煩啲經濟自殺咪由佢咯，係咪？嗱，如果我哋話生命係第一，不妨支持呢個諗法。我哋零感染即係清咗零啦。然后等佢消失啦，我哋先恢复正常。迟啲咁啊，西方话唔得，我哋经济行先，资本主义社会嘛，一定要先。啊，你唔做，你冇生意，咁我迟啲咧，迟啲做翻生意咯。咁得唔得？我唔知啊，我唔系经济，有啲人话会死咗噶，咁样啊，啲铺会死咗，会，我相信系会啊，啲执笠啊咁。但系春风吹又生嘅啫。不过经历一个咁啊痛，即系唔系痛苦啊呢啲咁自毁式过咗啦，咁样。咁就翻生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呢啲全部如果你了解曬咧，咁你就問下自己啦。其實我唔係講一個 general 所有人都啱用嘅理論，或者個分析，係咪？咁啊最好嘅啊！我唔係話，你唔好啊，你聽我講啦，你費用腦啊咁。我建議你用腦，你用腦，你聽我嘅分析就係用腦，然後決定你自己點。所以你打針唔打針咧，係你自己。经过你一个理性分析之后咧，作出最有利你嘅决定，咁解。嗱，如果我啊作出最有利我的决定，其实我得一针噶，不过我一直都倡议唔应该督嘅，咁所以我一定唔督，因为都要对自己讲嘅嘢、睇嘅嘢负责。嗱，而家嘅情况好现实咧，就系咧，你如果估到个疫情会成日过去咧，咁你而家打就临尾，佢打咗咧，打唔打咧，其实咧都系差唔多噶啦，等多两个月咧。因为病毒不会永远存在的 Delta 或者武汉那只已经不见了，即是已经消失了，现在变了 Omicron， 因为 它存在得久。那这只我告诉 你就算有疫苗 的特效药，或者再有新的疫苗针对 Omicron， 它又会再有新的出现，这个很自然，或者有第二只病的出现，那 你想是明白的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从来都是的啦。所以你说医不医自己，其实是个人的个决定和选择嘛。大家明白了这件事就没什么事了，你只要纯粹是怕烦，最弊现在没有数字你看，他不说你听，但是报道出来都起码打针，来不来死过，来不来死过，就是那同一类针药，你未打那些这么久都挨过了，现在不挨呢，即是不顶，不等埋他正式消失呢，咁就最唔抵就咁啊嘛！我覺得係咁耐都煩咗啦。咁而家如何咧？係而家個情況係點咧？即係到年初三咧，就應該係佢話嚇，咁一定係都得噶啦，因為維持咁。年初三同年三十晚爭四日啫，你咪早四日等啲人去食餐團年飯，出去消逝下咯，等個市唔使咁慘淡咯，係咪都唔肯。所以呢個插婆係咁，年初三有咁意思啫。開年啦，年初三都放完假啦，即係話咧，今年假期咧，好明顯大家就唔好諗住出街啦。咁咧，我依家諗緊可唔可以年初一、年初二、年初三，我整定啲節目好，或者諗定啲題材好，到時再做節目。大家唔出街啊嘛。
嗰日買啲餸啊，準備食嘢啦，咁啊準備食物啦，係咪？食物又話貴啦，咁貴都係食得嘅，因為貴啊，你原材料嚟啫，你唔使俾中間嗰橛，反為你慳咗錢嘅一定㗎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買嗰啲雪藏嘅嘢啊，嗰啲就唔受呢啲空運影響嘅，龍蝦嗰啲就當然係嚇、啊、貴咗啦。咁呢啲都係其次。咁而家咧情況就是如此啦。咁你話咪好乞人憎、好猛咧？你要知越到呢啲咁嘅階段咧，越係話即係預示咧嗰個情況上去，包括歐洲藥檢局嗰個人都係咁講，咁咧就叫你即係其實佢係話唔好打一針，話以色列打四針完全第四針即係完全係錯嘅呢方向，基本上係冇咁樣用途，而且會引起即係你嘅免疫力下降，咁可能仲容易啲。你睇歐洲嗰啲平拎白冷，因為佢哋冚唪督兩針以上，香港人。有幾多篤咗一針噶？都唔係人人有啦。嗱，仲有啊，篤完三個又有叫你篤噶啦。咁你諗嚟，唉，咁呢啲啊，大家接觸到啲資訊啦，自己個人做決定啦，係咪先？呢個係個人決定嚟，我就唔會質疑嘅。不過咧，就俾少少資訊啦。到今日，唉，就新增九宗喎，原來今日，唉，竹篙灣，唉，咁啊確診，咁佢俾曬好多咩你？你如果淨係睇案例，哇，佢有個。售貨員啊，兩個都戴咗口罩，一樣中招。咁你戴口罩嚟做乜啫？其實又你應該懷疑呢樣嘢，咁兩個都中招。唉，跟住袁國勇話：你三層口罩、四層口罩，屌你真係紅綠燈咩？你擺明紅綠燈，唔係話你三條腿一定得，唔係喎。佢估嘅啫，焗鳩死你，搞到你周身唔便。佢係專家，咁啊發表啲咁嘅偉論，你聽佢咧，一撚樣會中招。都唔係依家，我十六年前沙士出現，一睇就知嗰個病毒嗰個細微嘅地方，係就係咧係穿透曬所有嘢。但係佢唔係全粒真係衝過嚟噶嘛，所以你戴咗口罩始終有啲用咁解，同埋你減低病毒咧，咁你就可能擋得住。咁點解你擋得住？你自己健康咪擋得住咯？健康有問題嗰啲咪一入就即刻發咯喺你裏面，係咪？佢入咗嚟我嗰度，我都相信我係唔係咁易病發㗎，可能我。入過嚟走咗啦，已經有咗抗體啦。大家要諗啊，即係呢啲先係根源啊。總之唔好崇拜啊咩啦。咁而家咧，插婆咁搞法咧，就整抗疫基金啦。咁我不得不承認咧，佢咁做係啱嘅。派舊錢又唔係佢嗰啲錢，但係佢如果呢個咁嘅做法跟足中央，咁 happy 啊，最少中央都咁。我諗成個特區官員就～陳肇始啊，嗰啲今朝睇嗰啲出嚟噏一大堆冚家產嘢咧，就係呃鳩你打針啊，諸如此類啊，諸如此類啊，或者叫你忍耐啊咁樣，我哋啊，即係將來好日子啊咁。其實香港人唔需要咁，但係咧，唉、啊，然後咧就被逼，咁誒你冇法子驗證喎。如果我哋今日照常開放，我哋好、哦、香港好開心咁，跟住又係咁樣過咗個疫情，定係而家咁樣，跟住就冚家產啦，個屌過年都冇得放假啦，咁啊好。哦個疫情又過咗，咁然後佢就話：因為我哋做得好，咁但係你永遠冇法驗證，即係我哋做得咁嚴厲啊，所以我哋個疫情就順利度過啦。咁樣你永遠冇法子驗證，就係你唔做咧，原來一樣係咁過咗去，係咪？咁好啦，而家佢啊每人就俾好多5.0啦，部分啊俾資助額啦，係咪？咁啊5萬嘅啫，係咪？卡拉 OK 25,000，唉，美食廣場25,000。即係美容院按摩滿1,000,000，屌你真係，唉！派對房間俾2,000，冚家產健身中心俾5,000，遊戲機中心俾5,000，麻雀館都俾佢，屌你唔使啦，黑社會爭咗幾千蚊使咩？好啦，藝術從業者、自由職業者，咦？自由職業者都話我哋有喎，5,000係咪啊？你唔使諗啊，我唔會有懸念啊。OK。咁啊，派咗呢啲錢啦，補習學校派兩屌啦，補習學校執咗啦，即係咁我又唔驚嘅喎，佢即係幫人補習啫嘛，係好容易開得翻嘅嘢，咁所以我話即係有啲行業其實應該執住先嘅，即係你即係冇得等。咁、那個資本主義社會係咪啊？經濟自由咁啊，各自修行啦，唉，幼稚園3,000到8,000，係咪3,000到8,000？唉，小巴司機都俾6,000。6,700喎，點解6,700唔零丁？旅遊巴代理商又俾5,000喎，咁啊俾老闆啊，唔俾夥計，咁樣就係依家就係有一堆咁嘅
錢啊，咁你夠唔夠到佢哋呢個佢哋咧？咁常識都知啦，幾萬蚊夠。夠一個月租啊，但係唔夠俾夥計人工啊，夥計人工由佢啦，梗係唔俾啦，因為俾老闆梗唔俾啦，咁啊叫啲夥計放假啦，咁又係，唉，普通人受苦啊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你問政府就唔使問噶啦，唉，佢根本都唔識諗呢啲嘢，都唔諗嘅，唉，喺佢嚟講唔關佢事，基本上，不過有樣嘢咧值得同大家應該全民爭取，開心嚇，有可能嘅，有可能嘅。呢班議員就廢㗎啦，係究竟就幫政府話叫佢一齊谷針啦咁樣，冇客觀啲分析谷針冇用嘅，咁但係咧，我幸好啦，仲有啲鳩噏嘅鳩噏扒啦，係嘛，仲有啲獨立人士啦，唔係其實唔係我哋呢啲見解，我都係重複翻呢方面，其實都係外國啲醫學專家啊嗰啲分析嘅，咁 N 多專家點解你一定要聽袁國勇啊、許如昌啊、跟住陳肇始啊呢啲人啫？他们有政治考虑嘛，大家明白吗？大家明白就明白了，明白就经一次长一次，什么都不好，过完这个疫情，大家对于这个政府啊，对于这些官僚啊，他们那个特性啊 有所认识，那就空间始终有嘛，我是都不打的时候，那始终你吹我不涨，你说你生活很不便，我说了，我生活更不便，是唔及坐緊監嗰啲人辛苦，係我呢啲咁樣嚇，好多 friend 嚇坐緊監，我再慘都唔夠佢哋慘，係坐監，你話佢制唔制啊？即係你出嚟，你唔好去食堂食嘢啊，你自己煮食啊，係不過你翻屋企可以上網啊咁，啊我諗個個都肯攞份應，嗱我唔及即係佢哋辛苦，係你話長氣又悶啊，唔及我爭民主幾十年嚟咁厭悶啊！咁我繼續爭，係咪先？做人有時就係呢個你嘅自由嚟噶嘛。你能夠揀嘅嘢嘅時候，就唔好話，唔好話麻煩啦，或者爭咩啊算啦咁。我哋就係大多數人就係咁咯。咁交咗好多阿伯，即係湧咗去打針啦。咁我係祝佢哋健康啦，即係唔係希望佢哋打死嘅。但係你睇到數字就係、是、數字係好低，但係總有一個，總有幾個不幸者。咁而家直情講你聽點啦，好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冇計嘅呢個。選擇你咯，係咪先？我話幸好仲有個空間，我仲有自由，係咪？仲有呢個自由，我諗下呢個係我嘅幸福嚟，即係我可以選擇。唉，我哋可能唔去街食嘢算鳩數，再等多幾個月，係咪一定？喂，再等多幾個月，喂，真係要打針喎。可能到時佢有 Omicron 嘅疫苗係進化咗啲副作用更少咧，係咪？咁我都賺到啦，我都賺到啦。呢樣嘢我保證你，如果 Omicron 喺外國消失唔到，一定有新嘅疫苗出現，係針對 Omicron 嘅大生意。一嚟二嚟，佢都係現實嘅問題，係咪？時時有呢啲咁嘅超級嘅感冒，咁佢都覺得唔妥，咁佢又要賺呢啲生意啦。咁到時咁點啊？叫我哋仲去打科興啊？冇理由，我梗係打 Omicron 啊嘛。到時 Omicron 特效嘅疫苗，係。咁啊，進化咗嘅時候，佢嘅副作用一定更少啦，因為有曬呢啲咁多 sample 啊、數據啊咁樣。咁到時先打咯，係唔先？嗱，呢啲都係選擇嚟嘅，到時可能我唔係咁抗拒，而家我真係好抗拒啊！一年都唔夠整出嚟嘅疫苗，結果你睇到係死咁多人，又唔肯派錢，又唔肯賠錢，中間又咁多 politics， 咁多咧唔係一定需要打，不過係都要監你打。好啦，當監曬啲後生嘅，監曬啲公務員啦，監曬啲揾食嘅人打咧，你監啲唔關事嘅老嘢打。你话系咪黑人憎？系纯粹就系好似揾一样嘢赖咗俾佢啊！如果疫情控制唔到，就系因为啲老人打针咁啦，赖咗俾你啊嘛，系根本就冇啦间。你睇所有资料数据，你明噶嘛？系咪？跟住唯一最尾就系我都打咗啦，监啲老嘢打咯。唉，死得咁易咩？咁唔系你死嘛？我够知我打咗冇事啊。好啦，田北俊话要求派1000蚊，唔要10000，只要9000。再派消費券，議員政黨要求再派消費券。嗱，呢個90個忠誠廢話，好好地做出好戲啦。啊，呢啲嘢有啲可能啊，我只能夠有啲可能，因為呢樣嘢咧，如果民怨大咧，咁反正又唔係特區政府嘅錢啦，係唔係現屆政府啦，下一屆政府唔知點啦。喺呢個咁嘅轉折期間咧，有可能咧，即係派錢平民憤，就俾錢收買所有香港人。咁咧，如果係有咁嘅諗法咧，
刺激佢繼續諗法。嗱，因為你見阿查婆啦，不嬲佢都唔興關照啲，突然間佢又派，可能就要用十億八億㗎啦，派咁多錢俾啲受影響商户，咁都係知道民怨大啦，係咪先？咁如果呢個我哋呢班廢柴咧，冇似乎冇為冇出到聲㗎，冇話幫嗰啲商户啊爭取啲咩特惠賠償啊。個別議員有講一兩句啊，咁而家見到咁咧，就話要派人人派一萬啦。咁呢個我又梗係贊成啦，大家可能都贊成啦，大家一齊咧繼續屌鳩佢，係繼續屌鳩佢，同埋咧其實堅持一樣嘢，你反應慣咗啦，新春頭你已經冇得食咩飯啦，仲出去消費啦，打唔打針你都可以，大家多啲喺屋企同家人團聚，係咪先？過年一樣可以好快樂嘅，係咪先？唔去周圍走，唔去拜年，其實可能哦可以靜低靜坐上司幾拖，嚇人嚇人莫輸人飛。跟住咧新年期間點咧？咁我決定做多幾個節目，諗多啲啊，或者約埋阿 Jason 啊，搞多一兩個特別節目，等大家有多少少嘅嚇好慘嘅娛樂嚇、啊。好誒，係咁多啦嚇、啊，今日冇咩特別嘅其實。多謝各位，明天再見。